肯定是用的叔叔了，叔叔现在就是排在那边。啊。就是他肯定就是，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 VIP 他有了，他不是说你能不能把这个 VIP 折现给他 ？VIP 咋折现？因为你之前不是说你要是谁，你全军出击，下一个二手东西了，你就自掏腰包给他弄个 VIP 嘛。那时候核心挑战还在的时候，他就还给 VIP 的时候。说过吗？发生过这种事吗？哎，我怎么不记得了呀？记忆力可能出现了点问题啊。可以，可以吗？折现吗？啊，晚点再研究。啊，等我下播了，给你研究一下，好吧？谢谢，看猴哥直播真享受，看你送飞机也真享受。我扎，掏，平 A。平 A， 掏平 A， 平 A， 致命点炎，看这英雄能不能 Q 闪 ？Q 闪可以。没有开抽奖吗？没开啊。啊。但是我之前说的是，我说我不是你这样，就是因为一会儿再说吧。我这歪音符，思绪有点乱。回家，谢谢猴哥直播，真享受。我觉得还穿铠甲吧，穿铠甲比较帅。哦。两把长剑，不的，咱来个皮鞋。可以 Q 闪，这种独条的 Q 都可以闪 ，W 闪也可以，都可以。带独条的底下。把你打一打，小伙子。反正我也不费蓝，你这是不是得帮我赶开一波啊？我这也都这样帮你打了，你是不是得给我赶开一波？感动不？谢谢波纳透的时空战机儿，谢谢波纳透啊，感谢波纳透，谢谢波纳透的星空卡和时空战机儿，谢谢波纳透，哎呦我波纳透来了，波纳透。你对不起我呀你啊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要是死了你可对不起我啊，我们赶紧回来收兵，这洛克萨斯之手可都亏死了。这补刀学位是出现了点问题。我扎，我再扎，我扎，哎呀，我扎，平 A 掏，再 A 一 Q 扎两下，平 A， 这没我还没出手呢，兄弟，我一个技能都没中你就跑了。能晕着不？我得等他E我们才能杀他。好，E一下，点炎掏，平雷扎，击，外圈刮啊！不吸他好了，是不是？不吸他能死不？我也不知道。为啥要吸呀？不知道啊，就是杀完人就想吸呀。
has been slain. 下回不吸了，谢谢蓝脸汉的家的飞球，我打不了涛。我操！哎，这个为啥没中啊？这是 bug 吗？哎，这个 W 为啥没中啊？我将荼毒世间，一切都还在打断了呢呀！天哪，我都差点就亲他脸上了，我都差一点就亲他脸上了。我九剑呢？谢谢王俊凯美女帅的笛子，谢谢王俊凯美女帅的优越速笛乐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没事，下波再拼吧。你给我中，我扎掏扎 A E 平 A 平 A 掏洗大招吸 W 外圈挂拉回来。是打皮，我现在就还是不知道这 W 的这个距离到底是多远。我扎你一下，回家了。谢谢王俊凯美女帅的优雅速敌乐，两个。这边塔皮应该不能掉，没事。我们曾是美好，还是这穿盔甲帅呀？我扎！我知道 W 可以蓄力，这还能不知道吗？扎！这 Q 技能蓄力有点短呐。哎，扎！快跑！人有点多，哎，可以杀。致命！致命！致命！你死定了！扎！吸！给我杀！耶！吸！啊！哎呀，这大招不能第一时间用，可太难受了。我寻思大招能直接就用的，那我直接就出塔了，不行。1225，要卖了呢，不行啊，钱儿不够，等个25块钱。这个海妖有跟没有还是差不少的。怎么掉线了呢？完了，开始折磨了。
啊，不折磨呀，不折磨挺好的啊，折磨了。折磨了，我扎！哎呀呀呀呀！怎么回事？我再扎！我扎！这玩意儿能扎挺远。我扎！我再扎！一下 A 扎，给大吸，为啥没吸出来呀？哎，吸的时候不是无敌吗？正常塔打也不掉血呀。防御塔看来是会掉血的，防御塔伤害好像躲不了。将我的至美无情关，毁灭便是他理所应当的结局。我老跟他换是不太合适。换换吧，没事，咱俩就打吧。这不行啊，我这是车我都没敢补，他打峡谷去了，那说明啥呢？那说明他旁边有梦眼儿。我扎！你好像打不过我，算了，不上了。哎，吸，哎，打不，我去，下去吧，按吧，反正。下按吧。就这么个玩弄了，反正就杀完人就瞎。谢谢小猴子明先生的飞机。我给忘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给忘了，我应该放什么技能？我吸完他应该先拉 W 外圈 Q， 然后接个大招，吸他，然后我们再接大宝，这么个意思。不记得了。今天我们还糊不？今天哦哟，真的好热。今天不糊吧？今天不糊就行，扎！我已经知道这糊到底是因为什么糊了。一下 A 掏往他前面走，扎平 A，Q 一下闪现 W 扎给大招，biu，快跑！哎呀，这人这么多！
人有点多呀。他会攻击当前百分比生命最低的英雄。佛耶格遗弃他占据的印裔灵魂并传送，在抵达时他会攻击当前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英雄，使其减速99%，造成附近的敌人会受到击退效果。哦，带击退的。这个劲好像是不应该吸的，这个劲好像有点低的呀。我一瞅他0-6，还不如我自己。沙漏塔拆不拆呢？不拆了，这波我们来打团吧。那25-11还不跟对面干团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！几个人对面？这波3-5能试试不？我感觉行。别急上啊！你给我蹬回来一个来。不太好打呀这。你给我晕！直接打他吧，扎点盐走呗 ，WE， 快把他杀了！我要占据他的灵魂，我扎，嘿，我才是你的噩梦。他们这里边指定有人儿，100%有人儿。他旁边肯定有人儿。哎，这个射的还可以啊。打不了，哎呀，这波落手没吸走，难受了。没助攻啊。鱿鱼有点厉害，鱿鱼。把蓝拿了，回家了。我不差点钱破败。跳弹。完了，开始折磨了。当我不折磨你了，说明我已经离开了。哎呦，我一下我直接跑，这人有点多呀，这别打了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你不信啊？这肯定打不过，这对面劣势这么大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家呢？这不全死了吗？真是，这肯定是打不过的，这对面。WCD 是固定的，是吗？眩晕也是固定的，那我们应该复议呀、啊！啊，那我们应该复议呀、啊！为什么不早说？
虫怎么回事？假装追一手，哎，其实是硬追，死，扎，劈，撇个雷。我怎么 A 不了人了呢？谁大波扣了？我看看。好，这波我们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注意看啊！注意看，注意看，注意看，注意看！一下跑快快 ，W 溜鱿鱼扎，吸平 A Q 一下。一下 W 就 Q 一下给大，再给大接扎接吸，撇个雷。你以为我是鱿鱼，其实我是弗耶格。弗耶格在哪呢？弗耶格。那我在这里回城，不是根本没有人看见我吗？啊，我在 E 里边回城，我不是无敌吗？这种功能性装备我就算了，我就出个白点吧。我还没变过大树呢，这队友有点猛。一下杀个落手 ，A W A 扎扎，往哪跑？漂亮，吸外圈刮。哎，那我放闪现，这是我的闪，是他的闪呢？啊，这是我的闪。上路应该会有人来，我们去上路杀个人去啊！在这一蹲，嗯，不知道会不会来人啊？薛飞来一个吧，随便来一个呀。就剩鱿鱼一个了吗？啊，就剩鱿鱼一个了吗？哦，我是鱿鱼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个英雄就是把人吸完，然后把技能都用了，用完以后放个大招，然后就完了。不是 MVP， 是